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关心在地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吴秀文。今仔日是新历三月二三，旧历二月初四，礼拜一。咱先来关心今仔日三十秒新闻重点。包括山天空步道自从开始起以后，就争议不断。唔呐，工地安全甲环境拢无合格，防护工程契合嘛发现真侪问题，预定三月底完工计划确定跳票。中华关卫生局稽查市民商卖鱼油成分 EPA 和 DHA， 发现有八成厂商成分都是依照报罪和标示无符合，而且全部都是进口商无合格。河美民政社区的百年古瓮水传奇一直被认作是民间传说，不过随着三瓮古瓮水瓶意外挖到以后，当地民众都感觉王爷救世传说是真的。现在首先我们来关心这是建设消息，中华县政府一个大湖风景区来打造这八卦山天空步道，预计完工以后会变成我们中华的新地标。不过就有民众检举这个天空步道不只是的环境真乱，而且我近中华艺术高中和八卦山棒球场的这个工区还有被撤掉的树是空几堆在那边，加上县府的工程插合也发现很多问题，让这个天空步道原本预计在三月底完工的计划是确定跳票。中华县政府伫清境县顶岛辟原境内偏的7800多万，伫八卦山大湖风景区起一条长1公里左右的天空步道。岛辟原还佫伫下人前讲，会伫旧历过年前开放一部分，最后是来跳票。先卖讲这条天空步道是毋是需要起，只是既然起啊，时间过程煞是问题重重。啊，这个工地啊，看起来公安是做了非常差。影响到民众的安全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有一挂设施啊，应该变更就爱变更啊吼。就比如讲，这个体育场这样，突然间出现这个空中步道，其实是无任何意义的。啊，下底上大的问题是，这个工程我相信是无做环评。啊，无做环评这部分是政府带头做违法的工程，因为我们知道山坡地只要1公顷的开发，它就必须要做好这个环评的工作。关户相关处长嘛承认，天空步道的工程确实有改善的空间，其中是不是有弊端，还阁需要调查。眼前会当先处理工地环境甲安全问题，完工启用的日子嘛确定的延到八月。确实有查到一些缺失，请他改善。那包括他有一些用料之前还没有合格，我们现在刚刚里长提说为什么这边好像停下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施工查委有查到一些缺失，他前一阵在进行改善。那明天施工小委会来再做复查，这个部分一定要符合合约，我们才会让他继续施工。所以完工的日期没有办法确定。目前预估可能会到8月才能够整个开放。关机关林世贤进一步指出，八卦山的生态环境丰富，任何形式的人工建物都会影响生态。这条天空步道唔呐破坏生态，更加对行销中华无帮助，算是争议又过拖者工程。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中华县卫生局针对市面上所卖这鱼油内底主要成分 EPA 和 DHA 来进行抽检，10件产品内底只有2件这国产的鱼油标示甲含量拢有符合，其他拢是依照报罪，无合格率是高达80%，重点是这无合格80%全部拢是进口货。中华县卫生局针对市面上贩卖鱼油进行稽查，检验鱼油主要成分 EPA 和 DHA， 其中竟然有80%无合格。EPA 和 DHA 含量拢甲标示无符合，而且拢是进口货。最严重的部分大概只有标示含量20%，那价钱跟这些含量的标不标准是看起来是没有关联性。那在所有的产品里面，有一半它的原产地或原料来自国外。那有一半是台湾自己产制的，那合格的里面都是台湾制的，
好，所以我们这样的抽验结果，相关的业者其实它涉及到第一个是标识不实，那有些含量偏低的我们也会请所辖的主管卫生机关去查，是不是有假冒餐位的情势。卫生局指出，因为今年初纽西兰曾经针对鱼油进行抽检，表示无实在的无合格率高达六成，也有民众紧张向卫生局检举，怀疑这鱼油有沙拉油味，怀疑是染到沙拉油。因为空气、阳光的照射跟保存温度不良，会分解掉，使它含量会打折扣。可是如果它含量像有几款产品，它只有两成、四成这样的一个成分的话，就可能要主管机关再去查他是不是真的用到鱼油，或者有涉及用其他的油来假冒餐位的情势，要从它的制成的来源去做详查。卫生局表示，这八款无合格产品已经通报主管单位，以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40,000以上400,000以下的罚款。若是涉嫌着假冒餐位，相关会当罚到2亿，甚至要搁负起刑事责任。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彩虹报道。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危害到这全国的民众，所以咱彰化县甲今年定做食品安全年。即马更联合到这台中市甲南投县，咱成立全国第一个消费者保护律师团，借着律师的专业来作为咱消费者甲行政部门的后盾。由彰化县、台中市甲南投县共同成立的消保联合律师团正式成立。这个由中彰投三县市共同委任的律师团，唔那是行政单位甲消费者的后盾，更加要有恶心的厂商有所警惕。要打击这个黑心的食品，我们中彰投联合治理平台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三个县市共同来合作，我们三个县市来成立检验室，增加稽查的一个人力。台中市副市长也说，过去黑心厂商都会避来避去，现在中彰投三县市联手，不相信还有厂商跟黑心。不但约到您家去，还在走无路，还把你验得清清楚楚，还请拜托很多用卡的律师，还把你走无路去，让我们的消费者也很放心，哇，有一顶后裤。因为中彰投消保联合律师团是国内第一支县市合作的联合律师团平台，行政院消保会指出，有精英中的精英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相信消费者一定会当得到更加大的保障。这是全国的首创，我们也希望各县市政府能够跟进，因为对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又会更进一步。县政府提醒民众，只要有消费问题，拢会当卡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来寻求协助。即马又搁有联合律师团，消费者的保护一定会搁较完善。大专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台下台下一对这涉事的男女朋友，利用这生物科技的技术，将故乡的四季春茶成功改良做小叶红茶，这收益是马上提高5倍。广告以后马上回来。